这个餐厅的入口这边有三阶，三阶大概高度有30公分。那目前坐的大概到120公分而已，所以我们要拉到360公分，这样的1:12才让轮椅整个斜坡才符合规定，而且比较安全。那这样的，因为已经超过20公分，它高度有30公分，所以做这个斜坡的时候，希望两边也要做扶手，这样符合安全性跟标准性。